是对胡小慧前辈的生日祝福。那么由熊素君前辈，熊素君前辈开始吧。来吧，要坚强。大家好，我是 BJ14 禁闭的小熊熊君。谢谢大家来看我们胡小慧的生日公演，谢谢。祝你生日快乐。好的。你今天过生日的时候、我今天有个事情我觉得好惨啊，就跳速的时候他用他的麦狠狠地砸了一下我的大拇哥、不小心的时候我刚看见你想起来了，不好意思你是这种，然后刚刚就在刚刚你知道吗，菌菇他好死不死踩到我中间那块，等会儿这是说对我的生日祝福你在说什么？我要控诉一下，我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好过。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今天不允许说太多话，一人只能说三句。已经三句了，我说三句了。你已经说三句了。我说三句了，说完了，好，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BJ48TV 的陈小爱，接下来看我们胡小包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谢谢真小爱，龙虎粉丝来看你了，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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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给对小包的生日祝福就是祝他生日快乐，然后我写了很长很长的信，然后等会在生日环节的对生日环节的时候再说吧。然后他那个希望他等会儿的那个什么表演能够顺利完成，谢谢。耶，小小小慧有智慧，小小智慧是小慧。大家好，我是 BJ48TV 的胡小慧，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生日公演，谢谢。耶，你们都把我的发言时间给占完了。啊，我。
那个祝我自己以后能够特别开心快乐，然后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还有你们都可以身体健康。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耶！没超三句话哦。每天出门大家记得带。好的。是银子，大家好，我是 DJ48TMB 的张雨涵，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胡小慧前辈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再录，张雨涵。谢谢大家。银子。谢谢。张雨涵。谢谢。张雨涵。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在哪里谢谢然后对小慧前辈的生日祝福就是我要祝点实际的，比方说小慧前辈怎么吃都不胖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一吃就胖了哦不是所以你要祝我怎么吃都不胖不是就是这个祝福就是越吃越瘦越吃越瘦，胖瘦的瘦，越吃越瘦。我这不说还没想这么多。你这个强调就很灵性，知道吗？那这瘦胖不是白吃了？对啊，就是白吃了嘛，吃了食物都不胖，那不就浪费了食物存在的意义？不过你这个是我，确实是我一直很想许的愿望，但是我不舍得，就是把愿望用在这种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你呼吸一口空气，它都会长肉。好了，不要插嘴了。三句你都已经超过三句了你已经闭麦了然后也祝小慧前辈越来越好然后也祝小慧前辈的生日公演顺利因为我觉得排生日公演都非常的辛苦对好谢谢然后前辈生日快乐虽然这个生日快乐晚了小半年好多谢了谢谢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那个一会儿等我这排走了记得帮我提醒他们不要说太多话谢谢他没关系对后面就是有一些就是经常爱说话的别让他们都说话好下一个吧大家好我是 BJ48TMB 的徐美玲感谢大家今天来看胡小慧前辈的生日公演耶、yeah!谢谢我也可以谢谢然后说三句话嘛第一句我曲美林第二句祝胡小慧前辈生日快乐第三句我的 MC 结束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DJ 4 t b 的杨欣谢谢大家来看小慧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谢谢然后首先祝小慧生日快乐然后生日你们要说三句生日对我在想然后生日环节没关系你可以多说几句因为我特殊因为我喜欢听你讲对然后你不喜欢听我讲你已经够了不用我分你一句又不用你怎么又来了呢好想一女的又来了来我最后一句赶紧结束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喜欢还有陪着小慧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然后有请下一排的伙伴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BJ48TMB 的严明君谢谢大家今天来看胡小慧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严明君哎谢谢兄弟们那个我直接说了哈我练了好久有点怵重新来
是 BJ48 Team B 的秦雨文，谢谢大家来看胡晓慧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郑重，请雨文。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秦雨文，你一点没黑。骗人，谢谢。秦雨文，你可白了。谢谢，谢谢。秦雨文，你真好看。谢谢，谢谢。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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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谢谢大家啊！好，我要给大家那个小燕，你能配合我一下吗？因为我看了一下全场，好像现在就只有你肤色和我比较相似。他都比你白一点。我们能不能一起给小慧录一个黑人视频？我也不收费的，不收费的。我有什么错？我觉得我们俩你看比较搭，你看个子啊，肤色啊，好像比我还黑一点。啊，好吧，来吧，快录吧，录吧。我们三句话啊，什么话？就生日。你快点说，我这只有三句吗？啊，还需要一个吼那个带领者军姑，三句话，对，就是说哪三句？祝胡晓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日公演圆满成功，哈，就这三句。你让他在那吹吧。你要带领我们，真的应该是祝胡晓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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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帆风顺胡晓慧，一帆风顺胡晓慧，二龙开泰，二龙开泰胡晓慧，十全十美胡晓慧，十全十美胡晓慧。甜甜甜淑丽，谢谢大家来看小辉的生日公演。耶、yeah ！再诺，甜淑丽。谢谢。甜淑丽。谢谢。甜淑丽。谢谢谢谢。谢谢。甜淑丽。谢谢谢谢。甜淑丽。谢谢。然后三句话，第一句，小辉昨天来我房打扰我很快乐。第二句。今天再来我就开空调喂他，第三句祝他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胡丽芝，欢迎大家来看小慧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再诺，胡丽芝。哎，谢谢大家。胡丽芝。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啊，你是说粉丝又黑又胖，还是说我又黑又胖？好。他也想你了，但是他今天进不来。好，谢谢。我直接说了三句话：一，祝胡晓慧生日快乐；第二，生日公演排练的非常辛苦坎坷，但是特别特别精彩；三，请大家敬请期待，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段奕璇，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胡晓慧的生日公演，谢谢。耶！欢迎生。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呢是胡晓慧生日公演嘛，然后祝胡晓慧生日快乐，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好好享受这场公演，谢谢。耶！下面有请下一班的下一班车，下面请下一组小伙伴吧，谢谢大家。谢谢。请闭上天，感谢大家来看小慧小妹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唱天桥。谢谢大家。唱天桥。唱天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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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老师，你是哪吒吗？呀，被你看出来了，谢谢。谢谢，小羊羊，小圆脸真可爱。谢谢。好了，那个小慧前辈的生日公演是这样啊，
简版胡小慧在这里祝复杂版赵天阳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他的每一个生日愿望都可以实现，然后加油耶耶。大家好，我是 BJ48 TB 的陈北君，欢迎大家来看胡小慧的生日公演，谢谢耶。陈北君，谢谢谢谢。陈北君上小粉丝来看你了，辛苦了，谢谢陈北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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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陈北君，谢谢。今天是胡小慧生日公演嘛，然后首先祝她生日快乐，然后因为我知道就是她排这个生日公演很辛苦，所以对她就是生日公演那个生日祝福，就是希望她今天顺顺利利的，谢谢耶。大家好，我是 BJ 方天也听 B 的宋阳燕，谢谢大家来看胡小慧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三诺孙小燕，谢谢谢谢大家，孙小燕，谢谢孙小燕，哎，谢谢。孙小燕。哎，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孙小燕。哎，谢谢谢谢。然后对胡小慧的生日祝福的话，第一句是希望祝胡小慧生日快乐，第二句是请大家尽情期待她的生日公演，因为她准备了挺多节目，我刚才给你们审查了一遍，都是非常精彩的节目。第三句就是下周日孙小燕生日公演，了解一下。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BJ48TB 的樱桃苏文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胡小慧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三诺，林夕华，谢谢谢谢大家。爸爸想死你了，我也想。哎，谢谢谢谢，谢谢。然后那就祝胡小慧生日快乐，然后生日公演圆满成功啊，然后祝她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对，然后请大家期待她接下来的节目吧，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刘淑贤，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三诺，刘淑贤，谢谢。三诺，刘淑贤，我们大叔来了。好嘞，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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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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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对花花的生日祝福，其实我觉得三句都多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说你要我话是不是太多了？嗯，好，那就祝花花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然后那个福星高照，然后身体健康，然后发大财，对对对，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成哥，感谢大家来观看胡小慧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再闹，成哥。谢。祝五百天快乐。是吗？谢谢谢谢。是，我希望有人问胡小慧你快乐吗，他会答我很快乐，然后第二句是生日快乐，然后第三句是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谢，然后有请欣赏下面的音乐歌曲吧。谢谢谢谢大家。耶耶，哇，我们欣赏了好听的 UNIT 曲，绅士风度，子弹日记 show， 一天天一点点 spy， 大家开心吗？开心。那么我们今天 MCR 的话题就是哪一瞬间你觉得自己废掉了？废掉了，此废为何废？其实我觉得我的废没办法掉啊，也没办法卖。为什么？我废可好了，我有两个废。真心鲜，真心鲜。
人有几个肺？你有三个肺，你不知道吗？不是，是这样的，一般人有四个肺，像你这种稍微体弱一点的就有三个肺，像我这种就是特别厉害的只有两个肺。你不知道吗？你这样数的是肺吗？我知道肺就是你有两个肺，两个大肺，两个小肺，小肺又名为肾。小肺。什么？我知道你有胡小肺。我们 MC 话题到底是什么？就是哪一瞬间你觉得你肺掉了？就哪一瞬间你觉得你的肺掉了？我觉得我肺掉了。对，你的肺掉了。到底是哪个肺？就是你肺掉了。就是说自己要死了的那种吗？肺掉了也死了吧？字面意思。对啊，就肺掉了，肺死了吧？嗯。肺又不比肾。有好多个瞬间，比如说我说的话别人曲解了意思，比如我被你欺负了，谁来你展开解释一下，展开分析一下。我不想展开分析，求你了，我给你面子，求你了，不要，求你了。就比如说你二话不说的用我的那个，用你的什么？用化妆品。对，然后还嫌弃。大家都是朋友，用一下化妆品怎么了？然后还嫌弃。哦，还有不好用还不让我说。还有我昨天很伤心的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拿到台上说。你不是给我面子吗？因为我不想在私底下告诉你。嗯。其实私底下我也说了，但是我怕你根本意识不到。你说。就昨天你知道吧？我费尽心机。我想要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和简单点隔壁队，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就是我在我们队里永远彰显不出我跳舞有多厉害，你知道吗？我昨天真的费尽心机，我想说啊，终于可以展示我跳舞很厉害的阶段了，结果我妖娆的出来就摔了，你知道吧？然后队员他在卡点，他以为我是故意的，你知道吗？我很伤心。因为我们在楼下看那个屏幕嘛，然后主要是那个就楼下的屏幕声音放得很小，但是楼下是延迟的，因为是直播嘛。然后这就是我们以这边的声音，然后看楼下的屏幕，就真的他刚好在那个点蹦泡，然后我不是蹦泡，我是蹦哈，你知道吗？差不多，我就哦，我说这个人怎么进步那么大？主要你知道小新笑得多开心吗？就是真的，就是感觉哇，就是他融入了这个舞台。不，小北已经憋出内伤了，你知道吗？他从后面这样，你知道吗？但是我很难过的是，你居然认为我是卡点摔跤。不，这应该就是你的职业，对。我真的。这是我对你的认可，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想，就是很。很好看的出来，你知道吗？我们在现场来一下，好不好？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看的出来。就是没看过的。唱那句词儿吧。就我不知道。镜头里出现的画面，我是想这样出来的。然后来，接着来嘛。结果我就那样子就摔了，我你不是摔不了。给你个机会，展示一下。我就是这样啊，镜头里出现的画面，因为他们两个人要蹲下，你知道吧？然后来，我们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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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不要蹲在里撒。然后我就打的是这样，来，军哥蹲在后面，军哥前面挡住他。算了，我就为了给兄弟试。然后我就这样唱，然后我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我还设计了一个特别炫酷的动作，结果来，你一直在暗示我们给你机会展示，现在赶紧机会展示吧。我没有，我就是想要表述，我不想自己做动作。哎呀，你不表述人家怎么知道呢？不，你不做动作，大家怎么知道呢？能理解呢？大家都是直男，没有人懂你的意思。没有啊，也有哦，不好意思，对不起。来嘛。那下面那女生怎么办？女生也直男。人家就是小女生，不要乱讲话，快点站起来。我现在就觉得我废掉的时期就是这样，就是、还有现在这个时期，你让我下不来台。站好。我给你机会展示自己，你说我让你下不来台。我都跟你说了，点到为止了，一直在暗示你。我一直在点我，然后我觉得可以了。胡小慧肯定想让你们快点结束。
对。好，继续，你说废掉的事情。来，你来说。我的话，其实我觉得这 MC 应该让小慧上来说，什么时候要废掉？他肯定觉得他现在都要废掉，但是小慧真的为了他生公演，天天在地上打滚，确实他挺废的。就大家那个什么，一会儿好好看吧。好。那天呢？我挺好的，身体健康。我也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对。耶！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谢谢大家。哇，刚刚我们欣赏好听的16人曲，有华夏紫禁城、星梦奇遇记，大家觉得好听吗？好听。那么我们现在来深祝环节。有吗？有吗 ？OK 吧。没有吗？哎，我大家如果都没有深祝，我有个问题，你们怎么抓他跳的舞？我想知道。拿着呀。一个手是，对啊，就是我要控诉孙小燕孙小燕天天这么捏着狗跳的舞。我本来就是拿最好抓的这个地方嘛，然后发现他的力我控制不了，他有点牵着我走，然后我就这样，我这样之后，我觉得我手太小了。所以你们是准备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呢？玩儿。不是，难道不知道根据我们手的尺寸？要什么自行车？不是，这毕竟是舞蹈道具嘛，对不对？大家要是像刚刚那样全部都撒满全场也不太好。只有你啊。只有你吧。我们都没有，怪我太过娇小。好了，来，我们来看 MC 吧，都打开吧。全打开。入团后的事应该先挽回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入团。不能说，这个不能说，你闭麦吧。那个前辈，这个他说太多了。三，讲一个。事后，想想很好笑的吵架事件。四，如果把电视剧里的反派拎出来和你组建一个大家庭，你能受得了吗？哪个反派？其实反派应该会，就是很多都是对家里面很好，然后因为家里面才。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才，对，就是比较自私的那种，但是会对自己家人特别好那种。对，真的吗？因为他也不是说自私吧，他需要有一个反的那个理由嘛。就是很多反派他都是就是不得已而反之。对，就是给自己找为了保护。看来我看的都不是什么。你看的是什么？就纯坏。比如呢？比如坏。想想，想不出来，来。好，第五个。请相互说出队里每个成员3个优点和缺点，并说出最喜欢队里哪个成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们说不是你们说 ，OK？ 我们说不是你们说 ，OK？ 找清楚自己的定位 ，OK？ 你们想说吗？其实我觉得，如果是那个事后想想很好笑的吵架事件，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很有话题吧。不，我是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好气哦。越想越气。就比如呢？就吵架理由太过于没有理由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生气。就比如有一次，你知道我们当时是下了公演，然后当时我在拿着耳机听歌，闭嘴。然后小艾说闭嘴。然后小艾说老胡我也要听歌，我说好，我理一下耳机线。然后理完耳机线之后，我就把耳机放进我耳朵里，他就生气，我不是说你要给我听歌吗？你怎么就忘了？你就是心里没有我，你一点都没有想过我跟你说的话，你就是心里没有我，你不爱我，让人给我吵架了。你们对啊，我还有一个，不行，我不能被他说了，我没说呀。有一次，有一个早上，狐狸芝睡晚了，然后我就去楼下打了吃的嘛，然后上来，老胡起床了。啊！怎么现在这个点你才叫我起床？然后不是两个人就，我就说，我叫你起床，你还跟我吵，哼！然后他就你不爱我了，你就因为这个跟我吵架了。你自己起床都不叫我。再来，你也加入，来，是你们两个编制了吧？跟我好像不是编不编制的问题，这是双面偶像之间的那种
那东西。我真的觉得每次吵架的理由就过于小学生，你知道吗？就让我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看大家在那儿生闷气啊，或者不开心。我觉得就是我就年龄比你们大嘛，毕竟我觉得我应该比较，我觉得我应该比较通事理，我要去问怎么了，然后啪啪啪啪啪说一大堆，然后我觉得我不是个女的，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我不是个女的。然后我们吵完之后就走吃什么？吃烤肉。火锅也不错。你笑什么？你告诉我你笑什么？你想起了什么？我啥也没想起来，我就觉得好笑啊。然后每次我们俩就分别找小样说一个，你知道他有多过分吗？还有一次，他给别人买了奶茶，就我没有，我就生气了。他们两个那天晚上我都没睡好觉，他给我打完电话，他给我打，他给我打完电话，他给我打。我觉得我在我们三个当中，我就是那种调解师。说的也没错、啊、你说他给军哥买了，给你买了，就没有给我买。我你视频里面没有你啊，就帮我录包皮视频，谁让你在那儿放音乐，我根本没有看到你呢。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我们俩的 NC 说完了。你控诉完了吗？我控诉完了，我是第三者，不配拥有这个话题。好吧，那军哥呢？这个我得想想。其实我觉得我们队谁都没有吵过架了。都说完都直接打架了。就的可能我们对于我来说，你们对我都太相敬如宾了，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是你对我们还是我们对 你们吧？就军哥永远口头禅是啊对不起，就无论我们多、啊、对不起他啊，谢谢啊，天使啊，是给我的吗？天使、啊、对。但真的，我们队我只见我一对吵架，就你跟胡小波。吵架我搁在中间打的都是我呀。对，你不是当时是录视频的吗？不是，我是挡住顾小慧，不让段段打，然后挡住段段，不让小慧打。我哪次打赢过？那是因为揍的是我呀。对，反正我觉得我们队都还挺和谐的，和谐有爱的。好，那张雨涵呢？我也没怎么跟别人吵过架哎。我们都是乖宝宝。但真的就是我一般跟别人吵架，我都吵不赢，然后我就不吵。对，然后就别人，但我之前。那如果别人无理取闹呢？就不理你吗？这不是。对，段奕璇真的每次，他以为他自己在撒，他以为自己。二次。你看看你们设计的有问题。你说小慧做什么？
就是有一次他借了我的耳机，然后把转接头不知道丢哪了，然后我去五方准打算放音乐，结果发现转接头不见了，然后我就去找他，我就很失气，然后之后我就关上了门，然后呢？然后他就后来发消息跟我说，甜甜，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好歹给我一个面子，好卑微。然后呢？然后我就啊，我没有生气啊。你真的没有生气吗？就是听描述好像你很生，你刚刚说了你很生气这个话，没有没有，我是那种当时生气，然后后来就马上忘了。忘记。好吧，那大家就说 MC 都说完了，那我们就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谢谢大家。
剪头发真的会后悔，我就是这个比较后悔。如果是现在的我，我一定会制止他的。对，那我讲一个水浊的事情吧。就是我们这次去拍水浊嘛，然后就很奇怪，然后刚下飞机，因为我没有买泰国卡，然后没有网络，然后后面去买了一张卡之后，我就工作人员就给我之后，我就按上手机了，然后我才用了一天，我的流量就没了，我就很好奇，我说哎，第二天我说我想着我去问问大家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的哈，结果第二天呢吃饭的时候我说你们有没有就是一天限流，就是每天都限流啊，然后说我只用了100兆就没有了，然后他们说没有啊，他说我收到的是泰国短信，我说啊，我收到的怎么是中国联通，然后你们知道吗，第一天磊磊一直在找他的手机卡，然后我说啊，那我根本完全不知情，就那个工作人员他给我就是一张全新的卡，我也不知道，然后磊磊一直在很着急，然后我说，然后他又问我，他说好像就是那个工作人员说把卡给我了，然后我说没有啦，我说怎么可能，我说我那个就是全新的泰国卡，然后后面我一直在想怎么我一直收到中国联通的短信，就很奇怪，然后我还一直用流量一直用，结果用的欠费了然后第二天然后你知道吗，就是还是水水跟我说，他说哎，你要不把你的卡打开看一下究竟是什么卡，我说对，我觉得这很奇怪，我说怎么你们买的卡和我都不一样，然后一打开中国联通尴尬了尴尬了，然后回去之后赶紧给磊磊充了点话费还给了他。那小熊呢，我说第一个吧，如果有机会往回退团或者是可以退了，我也老板退团了，你想干嘛啊入团我每次我总觉得我每次说错话之后我都会想说啊，我靠，我这破嘴早知道我不说了的话就什么事儿了。我什么，他说哇哦靠对，就那个 C A L L 啊，可以了可以了，好的好的好的，我说第二个吧，虽然说我喜欢的另有其人，就是但是今天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是小包的生日，你不要因为我是我的那个，你这话很多余，你知道吗？啊、你因为是我的生日公演才喜欢我，这样的喜欢我。你马屁拍的太错了。没有，我之前不是还说他吗？我说我之前我一直认为他是颜值担当，对吧？然后后面就不是了。你也可以不用说后面，没有后面就变成控场极好。你接着说。对。就是对于就是我非常欣喜的看到我们包队的控场能力与日俱增，这就包队了，包队，你忘了吗？曾经你说以后如果你当了队长要罩着我，我还不是呢，别先别走啊，我说我还不是，没有说我，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事儿，你知道吗？我就随便一说，然后就是，哎，我要说啥来着？你夸我夸到一半想不出来词儿了，是不是？没有，我就觉得这种暴力控场的方式非常好。他也要觉得压制住的我，你知道吗？他不光有那种暴力控场式，你别说了，然后还有你们小点声，然后还有那个，我在上一场发现了一个交警式的控场，啊，交警式控场，哎呀，你别说，哎，你来说吧，下一个，这个车这边走。那你呢？我选第四个吧。最近不是有一部剧很火吗？你不许说。你说吧。我大概知道你要说啥了。哎，怎么说了？就是有一个三个字的剧叫《都挺好》。嗯。反派是他那剧里面正派是谁啊？他没有反派吧？没有反派，没有正派。正派角色是谁？好像大家都不是正派。有人说不存在。它是古装吗？不是，现代剧。是现代家庭伦理剧。因为段璇特别喜欢看，你知道吗？啊！段璇每天哦，我说看鬼片吧，不，我要看这个。我说看个喜剧片，不，我要看这个。我说你在看什么？每个家庭都能找到他的影子。是这样的，我室友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对。他
他们每天都在跟我骂这个渣男也快去死了。真的是，你知道，就是学校宿舍，然后我在那里看着我的新番，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看这个剧，而且是这样的，我的左边的室友也在看，我后边的就是我对面的室友也在看，就是左右夹击，然后我就一会儿我就会听到一个室友说去死吧渣男，然后另外那个室友就会说、怎么会这样。不是爸爸，你有这种倾向吗？我记得我对这个剧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对于他们的印象就是，你知道微博上现在大家的统一骂声就是希望苏家的三个男人都去死吧。我只有那一个印象，就是家暴。就是他那部剧。好的，你快点说你的吧。啊，我也讲第四个吧。如果把电视剧当中的反派拎出来和我组建一个大家庭，我能受得了吗？我可以。啊、你知道他可以的人是谁吗 ？Loki 啊，我和我组建家庭，我天哪！还有伏地魔，我也可以。嗯，你走吧，下一个我不可以。好，下一个。我说那个就是进团后想挽回一件事情嘛。我们刚刚进团的时候，当时公司给我们找了就是日本的造型师，他教我们化妆，教我们打扮。然后呢，当时他给我们推荐就是说粉底一定要黑，对，黑才上下，腮红一定要红。对，然后为什么我们五期生出道的时候都被骂丑？真的是这个原因，真的不是我们长相的问题。当时我一去店里买粉底，我说哪个最黑？有更黑的吗？然后我就只把黑的粉底往脸上涂，因为我相信，就是我很相信这种。不，他是不是跟我们公司商量？因为我们公司不是需要那种养成感吗？对啊。等你是不是就等你自己慢慢发现了，再自己改回来就有养成感？对，然后那个黑粉底我用到北京就是才换的，用了有一年还是大半年才换的，因为我发现怎么我这么丑，我都快失去信心了，我都在舞台上哭。后来我换了粉底之后，发现我颜值真的长了几颗星，真的真的不能粉底，不能用黑的。我当时我不知道，可能是那个 Tomoko-san 是 Toyoko-san 还是 Tomoko-san， 我觉得他们可能喜欢走那种美黑路线吧，然后真的不适合小偶像，所以这算是我当时要是早一点发现这是个坑的话，我可能一出道大家就很喜欢我，不开的。好，杨先。那我是因为丑，大家没准才知道我。就我第一版和第二版公司照，你知道吗？被大家就上了什么那个什么。你千万不要说像我。但是第一版确实有一点，就第一版丑。哎，为什么说丑的像我啊？我现在也很后悔，你知道吗？就出道的时候是谁教我的，把那个刘海往这儿贴，往前面贴，使劲贴。然后我出道，我两边贴了好多胶水啊，就贴的。结果一上镜，你知道像什么吗？就是像倭瓜。这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我感觉还不如不贴呢。就是好了，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嗯，那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谢谢。